电话短信没有回应，共同回忆只剩理性，它是你一种丢失的心情，不必在意是否可惜，不要再去固执相信，就当做一段休息。别相信就不要再想过去，没关系，那人不懂珍惜。你说他是太累了太倦了想休息，也当他太内敛太紧张太在意，为他编造无数理由证明他关心你。别装作你理解你包容善解人意，趁现在心已醒不要再骗自己，其实他只是不够爱你。他是空气也是氧气，偶尔也是你生活朝气，他出现然后又离开了你，你的相信你的猜忌，这忧伤戏剧其实是独角戏，就当作一场梦境。走下去说给谁都一样听，可不放怎么如此犹豫。你说他是太累了太倦了想休息，也当他太内敛太紧张太在意，为他编造无数理由证明他在乎你。别装作你理解你包容善解人意，趁现在心已醒不要再骗自己，其实他只是不够爱你。想休息，也当他太内敛太紧张太在意，为他编造无数理由证明他还在乎你。别装作你理解你包容善解人意，趁现在心已醒不要再骗自己，其实他只是不够爱你，其实他只是不够爱你。